向上游戏，热爱生活。大家好，我是强哥。大家好，我是温柔。欢迎你们收看我们的迷你世界。嘻嘻的，感谢小伙伴们的收看。哎呦呦，我们俩年一起，咱俩挤住了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话来玩野人来了哦，人类要快点逃离这个位置。然后呢，强哥要选一个野人，谁当野人呢？你们想？我举手。举手，举手，举手，我举手，你举手是吧？我们还是老规矩，好吧？老规矩，我们玩脑筋急转弯，然后谁答对的呢，就谁当野人 ，O 不 OK？OK，OK 是吧？我要打字吗？要打字啊，要打字啊！好的。问你们啊，首先，1000×1000等于多少呢？1000×1000。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，利落好像答对了，啊，就利落当野人吧，利落答对了啊，利落去红队。好啊，我们开始游戏。嘟嘟。哦，小梦被选中当野人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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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嗯，有两个野人啊，我们得小心。利落好像要先被打死才行。我跳，会打死吗？不打，我跳，打他。我跳，为什么要从下面走呢？为什么从上面？下面走不一样吗？走。哇，柔姐你在哪呢？我在你后面呢。你在我后面。利洛尔说打我，不打你，我们都走了。哈哈，走吧走吧，我们就走吧。加油，加油跑。你呢？你在哪？我跑了呀。你们快跑啊！快跑啊！加油！哇，这个好烫！妈呀！加油！加油！你到哪啦？我跑很远了。我已经坐车了。你坐车了？可以。嗯，我坐车了。加油！每一个道路不一样吗？好像不一样吧。哦，每一个道路都不一样哎。利洛打死谁了？不知道，小鬼水。利洛把小鬼水给打死了。嗯。哈哈哈哈！加油！加油！你在哪？柔姐姐，加油！柔姐姐，你在哪里啊？我在后面呢，你能看到我吗？完了，我看不到你，我躲起来。那小莫为什么他能看到我？有点点，你发现没有？那上面的点点，每个人都看得到。哦，那点点，不要让别的队伍领先喽。那点点，哎呦，我还以为想躲一下呢。利洛尔在我边上，他没看到我。我走，我追，对，野人肯定跑得动。我现在是五比五。五比五，对，五比五。你现在在哪里啊？我现在在哪里？我现在已经是野人了。我什么？我已经变成野人了，我要追你了。我要追。啥时候就变成野人了？哎，这个地方怎么过啊？要拿矿车，野人还要坐矿车吗？我也是醉了。What？ 野人坐矿车。我妈呀！我这可以走下面吗？可以，你走啊，走啊！野人坐矿车，我也醉了。哎，我丢！你在哪儿，二姐？我不告诉你，我才不告诉你。没事，我有点点，我看得到。哦，你怎么变成野人啊？你是不是掉岩浆里变野人的？没有，我被打死了，我被小门打死的。咚咚咚咚咚！哎。哦，快跑啊！快
你们人呢？你们从哪来的船呀？你们俩，你们俩从哪来的船？我为啥没有船呀？你们还坐船啊？你们还在坐船啊？嗯、我走。你们有那个鱼叔叔打不过锅掉岩浆里了。鱼叔叔打不过锅掉岩浆里了。掉岩浆里面死掉了。那地方，哇，这野人这么麻烦呢？后面还不是很危险，我看一下。哦，小鬼水追上来了，快跑啊！小鬼水追上来了，追！这太危险了，我的妈呀！追啊！加油追！快跑！有烤鸡。快跑啊！我看到小鬼水了。加油追！咋个的呢？小梦被感染成野人，小梦不是把我干掉的那个吗？啊，对啊，我就是被小梦干掉的。大鹏被感染了。哎呦！快跑啊！他们不知道我们在哪里。怎么可能？哇，我看到你们了，看到你们了！那后面是那个野人是谁？要追上了！那后面那个野人是谁？要追上了！这么快就看到了？李小超要打死了！李小超受死吧！跑得太慢了！打青幽！完了，就剩一个了！完了，就剩一个！哈、哎、哈，还是输了！再来一局！再来一局没用！好了，那么的话，咱们今天的迷你世界野人来了就到这里结束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！拜拜。